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前段时间有蓝友提到一个问题，自己苦苦养了5年的墨兰，蜘蛛旺盛却不开花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今天就跟大家分析几点。一，生长过于旺盛。如果生长过于旺盛，就会造成叶芽过多，最后花芽不易分化，开花也就会非常困难。二，分株过于零散。分株时如果过于零散，兰花的光合作用就会下降，各种营养成分容易流失，最后导致不易开花。三，光照过少。虽然兰花喜阴，但是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光照，促进花芽分化开花。四，水肥不当，在浇水时一定要注意不能过量，保持盆土湿润即可。施肥时一定要施用薄肥，做到勤施薄肥最佳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了解更多养兰花知识，请点击关注，及时收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